同虞城现跨足文化产业，斥巨资打造儿童乐园。5月31日，虞城县华山小学生参加活动乐园开幕活动，造型相当可爱。为了配合儿童乐园氛围，虞城县现场大摆可爱 pose， 卖萌拍照，让人忍不住大呼可爱。虞城县不仅童心未泯，更努力锻炼，保持青春外形。近来，他更是时常在网上分享自己各种运动照，大晒健壮好身材，让粉丝大赞完全看不出真实年龄，更被封熟女天菜。虞城县却对封号表现很是冷淡，笑言是因为肉质好，所以才受的追捧。这个是不是熟女天菜，跟我这个生活没有太大影响。那我反正平常就是有在运动啊，然后把工作做好啊，自然我就说这个，如果这个肉比较紧实的话，价钱会不错嘛啊，在菜市场上会不错了啊。